各位你哋好啊，多谢嚟到肥菌频道睇肥菌嘅片。嗱，而家我个位置咧就喺提督马路，咁我个后边咧就系丽都戏院，旧丽都戏院啦。阿伟，做乜嘢啊？咁呢度咧叫做东方丽都。咁啊，以前呢一度咧就系邮政局员工宿舍。咁啊，由前面关商场开始咧，去到街尾都系。咁啊，员工宿舍咧就以前都几靓仔嘅。两层楼高，里面的地方都很阔大啊。咁啊，嗱，依间利丰超市咧，咁啊曾经做过酒楼。咁啊做咗酒楼冇几耐又停咗。咁啊，換過好多次老闆噶啦。咁咧就而家做咗商場啊。咁啊，而家啲巴士咧就埋曬喺依個站嗰度，非常多巴士埋站。嗱，而家呢度街口位咧就俾咗個大型嘅商場，咁啊裏邊有間來來超市啦，又有電器鋪啦，嗱，今日我哋繼續行下。依間咧舊信時嘅郵政局，而家改咗圖書館啊！咁啊，郵政局咧就搬咗去雅蓮房，啱啱呢個商場口嘅位置嗰度。咁啊，前邊咧就係紅街市啊！嗱，依間龍華茶樓咧就係、是打卡點啊！咁誒好多人都想去影相啊、拍照留念。喺度係紅街市生果街，咁啊呢度有一度牛雜檔嘅牛雜粥嘅食啊，今日未開檔。
牛雜粥就好出名，佢又係網紅啦，又係打卡點。呢度啲生果咧，到傍晚咧就大減價噶啦，日日清嘅呢度啲生果。好啦，我哋出翻嚟高士德馬路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